分成了路上一辆车都没有。这是失意之冬，也是希望之春。我们面前一无所有，地铁站全部封锁，我们面临前所未有。这是过去的终点，也是未来的起点，这是我们的关键时刻。当现实世界关上一扇门，我们想为人们打开一扇窗。或许一场直播不能改变什么，但我相信一场一场坚持做下去可以。听不到往日教室里的读书声，但我们想用双手搭起一座桥，连接起每一个渴望知识的人。每个人都成了一座孤岛，人们总需要一些精神上的安慰。就像方舱医院里的书，像医疗团队中跳起的舞，这些看上去没有用的，却有着抚慰人心的效用。幸运的是，我们不断在做的事，安慰了别人，也治愈了自己。大侠，加油！当时间慢下来，人们开始想要学习一些曾经没有时间去学的，学做一道菜，学一门手艺，学一首歌，一段舞。是的，学着怎么去热爱生活。当我们关掉滤镜，不再美化自己的生活，而是用真实的视角记录平凡却伟大的瞬间。宝宝看爸爸，我们心怀感恩与感谢，感恩全国人民对武汉的守望相助。宣布解封，遗憾刚出道。在这里，互联网不仅有记忆，更值得记忆。你看体内好多人，我都想哭了，我受不了了。真正被时代选中的，不只是那些你能看见的人，更是一直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每一个不可替代的你。在世界暂停的地方，我们已经开始；在世界即将开始的地方，我们一往无前。不负时代的选择，快手九周年，世界因你更好。